这里是美国洛杉矶国际机场，可以看到因 COVID-19 疫情急冻两年多的美国国际和国内旅行，在这个年终假期渴望全面复苏。机场主管表示，每件行李独立运送，轨道上并装设无数的感应器，能追踪每件行李的位置和去处，有效防止行李遗失。中央社记者林宏汉洛杉矶报道。